朝永乐年间最公正廉明的按察使，惩恶扬善，人称冷面韩铁。身为按察使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死无对证也要查。他无畏强权，断案如神，誓言揭发事情的真相。姚鲁、杨洋，任何人胆敢触犯大明律法，我终将法办。大明按察使，精彩现映。